低头做加音，20秒叉爆电。如果你成日玩到部手机，连打个电话的电都冇，用外置式充电器又要等好耐先叉够电，咁就有好消息啦。喺美国读紧高中嘅佢，利用纳米技术整咗声称用20秒就可以叉爆电嘅超级充电器。原理就系想利用更加多嘅蚊型空间，储存更加多嘅电量，而且啲电仲唔会轻易流失。据知佢仲可以叉到10000次电，足足系传统电池嘅10倍啊！卡利呢个新发明，上个星期仲喺美国一个科技展赢到近40万港纸嘅奖金添，难怪会俾 Google 睇中，联络卡利倾发展计划啦。